We're going to win this election. 24号共和党全代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揭开序幕，同时在会中正式提名美国总统川普为11月总统大选候选人，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角逐总统大位，力拼连任。全代会上，川普不止邀请各界精英力挺共和党，川普更打家庭牌。Beijing Biden is so weak on China that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ecently assess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avors Biden. In order to improve in the future.We must learn from our past, not erase it. 从首日开始，长子小川普、第一夫人、次子26岁小女儿、媳妇，以及知名度较高的大女儿伊凡卡，一连4天，6位家人轮番上阵现身演讲，力挺老爸川普。而中国议题更是成了川普在全代会上火力全开的目标之一。Our country can go in a horrible, horrible direction.Or in an even greater direction, and before the plague came in from China, that's where we were going. 要中国为疫情负责，挽回因疫情受到打击的选票，强打反中牌，表明自己如果连任，将对中国态度更为强硬，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把主导权拉回美国，甚至公开支持台美关系提出的6项保证。而这6项保证里面包括，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是没有期限的，以及美国不会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也不会成为条人。第4个呢，也是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不会改变，以及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以及最重要的，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事先不需要经过北京同意的这6项保证。全代会首日，川普对症下药，从疫情、种族问题，直到美中台关系，积极拉回落后的民调，斩断不满积极的连任路。都市新闻江一清、陈明翰报道。